最后我们来讲解移民台工第三段的一个文章，前面讲过了，移民火星跟月亮是这个有很多问题的。好了，现在换了一个角度讲到太空站了。为什么在第一段的时候讲有些科学家这个建议去移民到火星还有月亮，但是有很多问题。那有些这个科学家呢又建议说移民到太空站。好，现在转到另一方面了，on the other hand，另一方面而言，那么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转折语词。好，前面讲了移民火星还有月亮，那另外一个是移民哪里，太空站。好，现在讲到太空站的情况了。 A space station circling Earth is just a few hours away。 他说啊，太空站怎样，后面有一个现在分词的片语 circling Earth， 他们太空站是环绕这个地球的，它就在地球的外围一直绕来绕去，围绕着我们的地球。一个太空站呢大概只有 a few hours， 几个小时远，几小时就到了。 this 就是代替前面这个句子的内容，因为只有距离我们地球只有几小时，那这个情况呢 make the trip 就使得我们移民到太空站呢 much cheaper， 会费用会便宜的多。好，这个是比较级，有一个重点，比较级一定要用 much 来修饰，这个观念很重要。 much cheaper， 所以呢更好，要 much better， OK， 比较级，好，加 er 要用 much 来修饰。并且呢 communication 这个通讯 much easier，通讯也更加容易。好，两边都是用 much 来修饰比较级， easier 也是什么这个比较级。好， easier 把外区的加 ier， much 修饰比较级， much 修饰比较级，两边在对称。此外并且 the darkness of night， darkness 出来了，黑夜night 晚上的黑暗， on the moon and the Mars 住在月球还有火星上，那个晚上的那个黑暗啊， is not a good thing either， 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你看 not a good thing 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又冷又黑暗，一点阳光都没有。你看，所以这个黑暗在这里就提到了。但是你在这个太空站里面呢，所以前面在对照嘛，你住在火星啊，还有月亮，那个晚上那个黑夜啊很可怕。可是你如果移民到太空站 on a space station， 移民在太空站， however， 然而我们在太空站的 sun's energy， 太阳的能源呢 can be made available， 可以随时随地都取得的。Made available 就可以得到，可以获得，可以取得。好，可以获得来怎样 to support people， 来支持我们的 people， 那些移民 living there， 住在那边的移民 24 hours a day， 一天有24小时都可以接受阳光的能量。所以那个太阳的一个能量呢，那边在太空站就可以获得，来维持我们住在太空站里面人们的生活。你看24小时都有阳光，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好了，这是三段有关移民太空的内容。下去我们把题目给它做完。 Why is it better for people to live in space station than in the community on the moon or Mars？ 这个是比较级。好，为什么对人们而言啊，住在太空站里面当然是比移民哈，这个住这个社区嘛，在月亮还有火星上
较好，这个是为什么？好，现在要讲原因了。 A 是说 Space Station 太空站 can contain more people， 太空站呢可以 contain 是包含更多的人，包含更多人就是说太空站啊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在那边住，这应该 不对。太空站只是一个小地方而已，对不对？月亮火星更大，所以这个不合理。第二个， The moon and Mars are too close to the sun， 这月亮跟火星太靠近太阳了啊，太靠近了， too close to the sun， 这个也不通。什么太靠近太阳，文章没有提到这个。第三， Space Station 太空站 are better able to use the sun's energy， 太空站呢更怎样啊，能够使用到太阳的能源。 better 就是比，这个有比较级的，这个 better 后面是加一个 than 省略了，比住在什么这个月亮还有火星上还更能够可以使用太阳的能源，这个就是正确了。好，第四个， The moon and the Mars are too small for human community， 月亮跟火星太小了，没有办法容纳我们人类的 community， 人类的社会，或者是人类移民过去的那个社区建立的社区太小，不足以容纳，这个不通。所以正确答案要选的是三，在太空站里面更能够取得 太阳的一个能量，那么人类在那边24小时有太阳的能量就可以在那边生存。好，第五个， Which statement 是叙述，下列哪一个叙述 with the writer of the passage， the writer of the passage， passage 就是这篇文章的一个作者，最可能 most likely 是最可能 agree with 同意的，原本是同意哪一个叙述，因为 which statement 已经移到前面去了，所以后面就剩下 agree with。 好，下列哪一个句子的内容是这篇作者最同意的一个内容的句子，我们看。 Everyone will live on a space stationIn the future， 每一个人都将要在将来都将住在太空站里面。每一个人吗？好像怪怪的哦。好，看第二个来。In the future， 在将来 ，space community 太空的那个社区 will not be needed， 将不被需要。也错，前面第一段已经讲过太空的一个什么啊 community。我们的社区，太空社区，太空的社会是很需要的，那这边又讲不需要，这个不合理。第三， Mars is a better place， 好，这里有一个比较级，火星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比什么还要好？ than the moon， 比月亮还要好。怎样？这个 for a space community， 对于我们人类移民的太空社区来讲，火星更好，比月亮还要好。文章也没有提到。第四个， A space station， 一个太空站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For 什么？ For a space community， 对于太空的一个社区，太空的移民 社会来讲，太空站比火星还要更好。对不对？对了，太空站比火星还要更好的一个地方，适合我们人类的一个外太空的移民。 OK， 应该是第四个解答才是正确的。好，不过呢，不管怎样，那么人类还是会想办法在地球上生存，因为移民月亮或者是火星那真的是困难重重。好了，这就是移民太空的三段文章的介绍跟分析。